伫咧拍子市有一张树龄超过90岁的家当树，是位伫咧拍子市第二公有市场通往海通路的巷仔底。机械目标哦，而且手机甚至是成墙之过，损害着四周边徛个下门窗，加上这树叶啊落下来的数量伤多，严重影响着排水系统。地处伫这个所在，常常淹水成灾，附近的店家是相当的痛苦。而这丛树啊的主人是一位70多岁的单身老阿伯，伊伫咧日前哦，因为失智带入去养老院了后，即马这丛树啊问题渴望伫咧今年2月份之前会当规个来撤。解决附近居民心内的烦恼。埔主持文化里长杨照旭强调，原本有意移植家当老树，但是因为根部分布伤宽，必须要拆除才会当移植，恐惊引发更大的民怨，只会当采取撤掉的方式。当年来，杨照旭接获李明的陈情，要求撤掉，也则是修正。但是自称老树主人的阿伯，扬言以性命护树，连修正拢袂当，无甲厝边怨声连连，称这丛家当树是命怨树。啊，讲下台椅子，伊就要死互伊看，所以拢无法度处理，十几单来拢无法度。即摆解决就是阿嬷吼，去住伫安养中心吼，南无伫个，起码长期性。管政府补助伊去住伫这安养院，所以无要倒来，无要倒来，这土地就先哦国有财产权，所以叫国有财产权2月底进前，伊就要处理掉。去年7月，阿伯因为掉山送医治疗了后，被转介到养老院居住。日前杨照旭再次前往探视，讲到老树的处理问题时，发现阿伯已经失智，到袂记哩曾经以性命守护的家当树。伊积极联系国有财产署家己办事处，达成今年2月进前撤掉的共识。最新新闻，中立新闻播出，采访报道。